我尝试同我自己内心做个独霸，十五岁就搬出嚟住，咁系咪叫独立？我见过太多人都为咗欲望变得独立，我见过有人为钱重本趁你抢买人格。前辈同我讲要搵钱就要变得圆滑，对我直来直往嘅性格我有啲圆滑。当一出事全部走开，又系我负全责，我迫于无奈接受，因为冇得选择。只要想去真实描述我嘅故事，并唔系自顾自利用我嘅歌词，好似啱出世引领你嘅护士，达成你嘅本事。就算荆棘满刺，原路太多 difficult， 记得你要下咩嘅路，靠天赋唔使 chemical， 挑咗个别嘅 criminal， 眼界最紧要放得高，困喺个井点望得到，断跌一字咪老卵土 ，That's KADA.C， you better know。我哋目标就系做到 worldwide， 全场所有兄弟唔再大惊小怪，路上总会好多阻碍你嘅妖怪，成功就系要将负面情绪活埋。Hey my bro， 不倒翁达不到，搵机会就似喺金字塔里不断寻宝，我哋兄弟 freezing cold， 都住喺。Ceiling bow， 太多自以为系高嘅，我哋 feeling low。每个人喺路上都希望可以行快啲，受人敬仰，变得高尚，戴上冠军戒指，唔好净系留意佢哋着紧啲咩牌子。太多人嘅世界净系活喺 IG。疫情一秒一秒一秒又一个秋天，感受心跳困扰，时时都口烟，充满战争世界，生命靠抽签，可惜不再多